pandemic has spread faster than any disease in modern history. Angry mobs around the city. Authorities are bracing for more rioting tonight. He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A citywide emergency has been declared. CDC has quarantined the lower Midwestern Officials region of the can't U.S. Say. Commitment, honesty, integrity, these are the core values that create the foundation for Umbrella. It's this foundation that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brighter future for all of us.换我了吗？我要是用摇杆呢？我是要用键盘。我视角转过去，一个鬼脸看着你。哎，我的影子是吗？我的影子，你可以看到自己吗？不行。我会怕、啊，不知道可能会有按 A， 哦，关窗户，这是我的床。大家知道吉尔是谁吗？吉尔是三代的女主角。这是我的哦，原来我会贴电影明星海报啊，哦，跟一般的一样，崇拜一些明星这样，书啊，然后杂物啊，我像是一个人玩，然后我的衣服啊散落，你看我的小可爱，呵呵。有风，哦，那是电风扇在吹，上面是什么啊？看来是一些照片之类的。如果摇杆不好用的话，我就改键盘了。看起来是一些照片，然后我的有一些酒、日期啊，抽屉打开的。Hello， 红仔，嗨！你不要期待我尖叫声啊！那么晚了，我怕吵到邻居怎么办？这个是Umbrella的公司嘛？看起来在主角要调查一些事情。吉尔是警察哈，吉尔是警察，然后一些编号之类的。哦，就这样走了。干加西朗哦，因为我记得用摇杆瞄准性好像不是很好瞄。哦，打雷，吓死人了。CD 啊，哦，大家已经看过吗？这种东西，
以前的那个 CD 这样放的，就是放 CD 然后放到这个收音机里面的，是《恶灵古堡三》啊，你不知道吗？你竟然不知道《恶灵古堡》？然后门呢、啊？然后这是我的箱子。我的影片，我的频道本来就会有，我之前两年前有录《恶灵古堡二》啊，不知道哦。这个是 OK 桌子。那我一直在等三代那个，天哪，真的有代沟哎、欸！你竟然不知道《恶灵古堡》？《恶灵古堡》这么红，这是冰箱，冰箱，不能打开，冰箱有一些照片。画质没有想象中的好，嗯，我觉得，因为它的引擎好像跟二代的引擎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差异，我觉得啦。然后这是什么？披萨，有水声，好，我们进去喽。啊，Again！ 我最讨厌看镜子了。干咖啡啊！半夜看镜子吓死人呢、欸！干好，我尿快滴出来了。我为什么关起来？看，不要剧透啊！看，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很可怕？啊，主角好贱啊！跟谁谁？给一把枪！我要离远一点，我要离荧幕远一点。干，我流血！弄什么？我被僵尸了！花的，怎么了？尸变了！哎呦！OK， 我做梦，做梦。Three more days, then I can kiss this town goodbye. 有个有，打开灯。吓死人了，好不好？有 ，OK。看起来是一些我的衣服。今天几号？我刚没仔细看。28号。这是什么？吉尔的报告。自从保护伞公司那场灾难过两个月，被停止的缘故，调查的进度并不如我所预期。或许这份关于我一切发现的手写记录，会是我身为 STARS 警官的最后工作。但这份报告有助于找到真相。看来感染此病毒会名副其实变为僵尸。这种病毒是会透过数种不同的途径传播，如下所列。如下所列。经由受感染个体啃咬或是导致体液上的混合，接触与食用感染腐肉的乌鸦，有鉴于此病毒的强度，不能完全排除经由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哎呦！空气传播。那次事件幸存的人尚未出现症状。
然后不清楚是此病毒具有相当长的潜伏期，还是因为我们刚好对感染具有抵抗力，必须保持警惕。即便在这段调查结束后，也不能松懈。至于我有轻微睡眠障碍以外，身体似乎良好，尽管如此，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毕竟这可能是延长潜伏期。对，是脾气上的。千岛，还有爱青、阿青，为什么玩恐怖游戏反而更多人看呢、啊？奇怪。对，打折的时候买的，过年的时候买的，500多块，我觉得蛮便宜的，所以我就买了。调查笔记，保护伞公司就是制造贴病毒的公司哈，伪装成制药公司，至于军武研发，秘密开发生化武器。阿克雷商区研发设施爆发贴病毒，引发洋馆事件，与大混世高层勾结，向华伦市长办公室大量现金。先说啊，我本来就玩恶灵古堡，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你看我玩就知道了、啊。我玩过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好像也玩。哎、欸，六代哦，五代没玩过，六代有玩过。后来七代就没玩了。走，这是我天地劫后第一个跟游戏。哎、欸，那侠之道也没兴趣哦。他们把我困在家里大街对面那个家24小时盯着我，他们是艾伦斯的人还是保护伞公司的人？欸，所以主角有被感染是不是？我知道他们目的是什么、啊、他们想我精神衰竭得到屈服为止，这招确实起作用、啊、吃不下东西也让你入睡，但我不让他们得逞，必须离开这座城市。会派人杀人灭口，如果你接到消息说我遭到杀害之后，就八，我在想要不要玩八，因为期待是第一人称，然后又跟一些跟 Stars 警官他们没什么关联，那个时候我就不是很想买。我是看别人玩才知道一些剧情的。然后我在晚上搬离，5天后走，祝我好运。OK。都会觉得第一人称不行，可是八代好像也是第一人称啊。什么要冲我尖叫？我很冷静，好不好？哦，我的披萨，哎，这边有东西。同事传来的讯息。希望你不会弃我不闻不问，一切发生太快。Stars 真是警察的骄傲，局长突然捡上我们的时候，我正以为我放完丢了。离开拉昆市，维奈妨碍是生意，布莱德维克斯一号小队终身现役。收到消息送披萨，肉霸王顶级披萨。哦，看起来这个画质好像真的还好，这画质不行啊。有点模糊模糊了。非洲那一带我有玩一点点，但没有玩完。欸，六不是非洲那一带，五才是非洲那一带吧？是吗？是五吗？还是六？那是五嘛，对不对？非洲是五啦。六的话是很多主角都一起的。我是玩六，我就没玩了。啊，就这样。不能喝、哦。开灯。啊、哦，正常多了嘛。哇，水哦，我真美。没事没事，你没事。哎呦，哇，终于切换了。电话，电话，电话。Who could that be? 什么、啊？这样就硬。怎么可能呢？我其实全部有没有想换模组玩的，可是我还没有找到什么换模组，就算了。Just a sec. Okay, okay, I'm coming. Hello, Jill. Are you okay? Brad, is that you? Liste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have time to explai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right now. All right, let me grab my. 暴君袭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存档吗？不行。欸，它应该自动存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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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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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是哪里啊？我要搜刮吗？我要搜刮什么吗？刚那个是动画，它没有分动画啦，它就是 3D 模组啊，没有动画，没有动画，它就是这样子。哇，啊啊啊啊，你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等等等等，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嘞，然后嘞，我觉得不行啊，我不能。不要！不要拿触手！然后嘞，然后嘞，跑跑跑跑跑！救人哦，救人哦！为什么不先拿枪啊？不对，枪掉了，枪掉了。这我被这样抓不会死啊！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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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修复车。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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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就他真的是，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之前在《恶灵古堡》二代里昂在酒馆遇到那个，是酒馆吗？遇到那个警员的变僵尸的那一位，黄色夹克的。大家有玩过《恶灵古堡二》吗？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Holy shit! Holy shit! 走开，走开啊！这太多只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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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不打吧？我是不是浪费子弹了？我浪费子弹，我浪费子弹。等一下，等一下，我浪费子弹了啦！Holy shit！ 这款原价1000多块哈，我刚浪费子弹的啦。劝阻无效。哦，等等等等，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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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神弹药，神弹药，拿回来。要打是不是？我的 fuck， 走啦！刚没有无限哦，倒是倒只有4把而已，有耐久度的哦。好呵呵。这样你这样都没死哦，吉尔天生神力啊，都从屋顶掉到地上，竟然不会死，连安全气囊都没爆，还可以活着爬出去，搞我骗，最好是还可以跑。啊！快往后跑！快往后按！
Hey, easy, lady. I got you.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My name's Carlos. And I'm saving you. Come on. Let's get you someplace safe. I think we're in the clear. Hope so. We've been bringing survivors here. Here where? My guys have converted some subway cars into a shelter. It's safe. I'm fine. Personal space. Okay, I get it. Let's go. Oh, come on. Who's the dipshit that closed this? Sorry, we're gonna have to go around. Hey,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at monster? 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弹药之类的。没有。Nothing.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ut it's no zombie. It knows what it wants and won't stop till it gets it. Don't you like that in a man? No thanks. He's all yours. Listen, I promise you're in good hands. I'm with the Umbrella Biohazard Countermeasure Service. UBCS for short.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You guys are the ones who caused all of this.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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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you don't have to trust me, but I'm going to the shelter. You coming? Come on, it's this way.到了，哎 ，Captain， this fine young lady could use our help. Carlos, you didn't even think to ask fine young lady her name. She is an elite operative of RPD, Special Tactics and Rescue Service.Her name is something Valentine. It's Jill. Nice to meet you, Jill. I am UBCS platoon leader Mikhail Viktor. My team was sent here to rescue civilians. Right. How's that going for you? The city is completely cut off, isolated.Most of the 100,000 civilians will wind up dead. Correction, undead. My platoon has suffered serious losses. Just keeping them alive is more than I can manage. Well, you can thank your corporate overlords for that. Yes. Well, we are doing all we can. If we can get this subway train moving, we can evacuate some survivors.But we need help. My men cannot do this alone. All right. I'm in. But I am on their side, not yours. Oh, hey. It's cool.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 Thank you, Jill. All right, super cop. Here you go.We can use this to stay in contact. I know what a radio is. Okay, first things first. We need to get you geared up. Head up to street level. You'll find supplies there. All right. Ah, 你在忙什么啊，卡洛斯？哦，要喷哦。Nothing that I will miss. Oh, 走了。哎，我走哪边？另外一边吧。So what's the plan? The old tanks got me clearing the tracks. You mind getting the subway infrastructure back online? And how do I do that? Let's start by restoring power.
I'll navigate you to the substation once you hit the main road. Copy that. Let's do this fast.然后呢，我怎么喝？哦，打字机存档的，然后这是放东西的。对啊，上次的故事是比较短，没错啦。哎，是不是少东少拿东西？没有。啊，这边有东西，药草。绿红，绿加红，应该不用放东西啊，先存档。然后有些成就是你不可以存档的，不可以存。你一定要打他吗？哦。等一下，不是，我应该弄刀砍他的说。等一下。Carlos, I've reached the main avenue. Which way do I go? Big transmission tower? That's the substation. You have to circle around through an alley to your right to get there. You mean the alley that's on fire? Maybe. Surely a tall drink of water like yourself can put out a few flames. Fuck you.OK， 没办法扑灭，现在没办法。那我怎么走啊？打这个有用吗？有。节省弹药。OK， 这也太多了吧？两枪。靠腰，shit！ 看人家三枪再打比较好。哎呀，受伤不浅啊。欸，他带加法哦，带什么加法？带给你去吃大便啊，肥哎，这个死肥哎，肥仔，是的，对，死吗？真的死吗 ？OK， 是的。不小心的药草，我就可以煮。Nothing. 停电的事 ，OK， 现在停电了吗？哦，还有锁住，是啊，都不能开啊，前面过不去了。刚刚是不是亮亮的？
哦，没事没事，反光。哦，没东西了。有存档点，太棒了！哇，终于可以。哎，不行。Sense of self-preservation. Go back to the subway station. I don't need a bleeding heart like you getting in the way. Protection 招募的工作哦，是Protection请来的人就对了。OK， 对对，拿散弹枪了。阿门。哦，我要走回去拿散弹枪。